站桩超过十天，胸腔闷，横气填胸，气下不去，堵在胃部。你说这事咋办？咱们就用一个方法就能把它解决。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让站桩的同学能够气顺，有气感。今天的讲课很短，但是全是干货，建议大家收藏点赞。第一个，如果胸闷的话，你拿着您的右手半握拳放在膻中穴。第二个，拿着您的左手空心掌放在肚脐下方下丹田。您吸气的时候小腹往里收，然后中丹田不要往上顶，轻轻放松。呼气的时候膻中穴放松，下丹田饱满，有这种起伏的过程。每天按照这个方法一次练十次，不要练多，练多你意念会重。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循序渐进，每天练十次，一天练个六七组，每一组之间停留20秒，相信我，三天让你的气很顺，气感马上就来。至于好不好，只有你练了才知道。